彰化八卦山南天宫的魔界怪谈还有延伸的场景。第一个场景是大圣爷及玄天上帝的出巡绕境，故事的场景应该是早期的景象，挨着神轿，还有拿着手轿、乐队、伞盖，还有拿着令旗、舞狮的绕境队伍。第二个故事场景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，主题是马俊娶亲，看到的坟墓是梁山伯的坟墓。马俊在迎娶祝英台的时候路过了梁山伯的坟墓，祝英台拜墓之后坟墓裂开，祝英台就进入墓里，后来两人化作蝴蝶。第三个场景看到沙僧、猪八戒应该是在泡温泉吧，肚子上写的是盘丝洞沙僧守卫。这一段的故事场景是西游记蜘蛛精盘丝洞的故事，三藏被困蜘蛛洞，悟空救师显神通，唐三藏被困在盘丝洞内，八戒被妖精所迷惑，最后还是仰赖齐天大圣收服妖精。